Random Freaks Stats. 看八本这把了，八本 PVT 看看水平怎么样啊？就你度数高的真喝不了，兄弟，这个真喝不了，这个度数高的喝了。哎，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上次去青岛喝的那个原浆的那个，就是度数很。哎，那个啤酒是我觉得还可以的。原浆那个啤酒还真的还可以的，跟饮料一样的喝。对的，这个还是有点东西的。说真的，上次我们去青岛，他搞了个原浆的，一定要用袋子装的那，哎，对对对，一定要用袋子装的那种。对对对对对，这个喝的还可以的，跟饮料一样的，挺甜的喝的。但是这个叫做这种白酒这种，真的，我跟孙哥反正至少是喝不了的，很痛苦喝酒。且今年还是没对象的专业粉丝，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请客吃饭呢？你不整点酒好像就感觉气氛没有到，气氛没有到呢，大家这个关系感觉就不够深，感情就不到位。是倒是，其实双方都觉得很痛苦，但是他妈必须干了。感谢邱老师乃邱黄哥乃换工作不顺利的专业粉丝啊！感谢兄弟，是不是？是这样的，真的就是，然后就必须干了，干了好像感觉，哎，感觉就来了。糟粕，他们都说我是，哎呀，但是虽然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呢，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这把 VS 开啊，把本事。不是，不是说好朋友，不是说你本身就是好朋友了，那不需要喝酒的呀。是的呀，你本身就是好朋友了，是不需要喝酒的。我就说你请客，请一个人出来吃饭，然后大家其实不是那么熟，对不对？那可能也就是工作上的、生意上的一点关系，就大家出来吃个饭、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喝点酒，大家增进一下感情。那真的是好朋友，那是不需要喝酒的，喝个毛酒，喝喝可乐嘛，好了呀，饭都不用吃。是不是那么回事吗？是这样的，这个倒是。一个电话就能把事儿搞完就结束了。出凤凰啊，这把三兵营走一枪，这个把本不一定好挡哦，这个机枪很多。出凤凰怎么说呢？三矿首先不能开，开三矿是必死。저이런거신불사조빌드는 김도우 선수가거신불사조이후에우주모함까지넘어가는그런수비형프로토스의플레이를계속해서양就是三兵，然后现在在长兵，待会儿直接过来捅一波。那开三矿你就肯定死。오히려김준호선수처럼전멸추격자로먼저압박을하면서주도권을갖는플레이가훨씬더선수들이손에있고또승률이좋았거든요그래서양선수모두서로정찰하지못한상태哎，就我只能喝三两，兄弟，喝三两已经有实力了，有实力，有实力。那逼人不才，喝二两我就要死了。这。凤凰巨象啊，这把把本是走得很标准的一个凤凰巨象开局。그냥오히려자신이대놓고트리플가져가면서배불려도될것같습니다보다상대트리플가져감과불사조정찰이看到啊，这个三矿开的完了，版本。무조건포기해야됩니다포기하면서할수있나요이거취소를三矿先退了，你二矿都有点危险，高台他都可能把你上了。有点多啊，这个不对。看立场了，看立场。完全看立场。他在骗啊，他在骗，双方都在。博弈啊，现在是心态上的博弈。好了，你他妈还敢来操纵我？哎呀，把本真的是，你他妈的，哎，对。
对面就在你门口，你应该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正面呀，你他妈还敢去抬，你以为还是年轻十年前的自己呢？这样看你家里面一抬直接就冲了，你他妈你能切屏切得过来？这把打的有点这把本绝对是觉得自己是十年前的自己，就是年轻时候巅峰自己，妈的正面抬背面还能够用立场防，不可能的，你妈现在几岁了？一波就没了，这不是手贱，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反应，而且样的反应也很快，妈一看你一抬正面就冲了，因为你切屏切不过来了，年纪真的大了。哎，妈的，被这么简单的一个三兵战术完爆。啊，今天会抽的，今天我们九点十点钟吧，十点钟左右我们来抽这个李佩南签名的衣服，到时候现场抽啊，现场抽。我先问问他们今天抽多少个。对啊，十点抽是吧？对，十点抽，九点多嘛，九点，比如说九点五十开始抽嘛，九点五十。啊，对对对。네그렇다면또상대를놀릴만한작전을이번에김대호선수가보여줘야되겠죠그빌드그랬을때에서김동원선수가또꺼내줄수있다보니까김대호선수는굉장히위기공중파为什么不预告？경기만나보겠습니다不是这个买都买了，这现在买都买了，这些人。买都买了，你现在你知道和不知道，最后抽到了都会发到你手里的。说的没错，对不对吗？我们有一个 Excel 表的，这里面有所有的买家的这个就是这个单号，有所有买家的单号。你看李少 T 恤抽奖这里有一个。有所有单号，看一下嘛，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嘛，里面那单号，对不对嘛？我给你们看嘛，这个 Excel 表，有所有的单号，拉下去一共四万多个单号，对不对嘛？到时候抽呀。有专门做了个软件的，他们还，我给你们看这个软件，他们做了一个抽奖的软件，这个软件然后导入这个 Excel 表，到时候导入这个 Excel 表，然后确认表格就可以直接抽奖了。他专门做了个抽奖软件给我们。哎呀，不要慌，到时候搞，不要慌。哎呀，感谢球奶 ZWB 事业爱情双失败的飞机，感谢兄弟啊。法人不是法人没有用，法人拿这个李佩南的签名是对玩家来说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但对法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法人可以把李佩南叫过来一直签。说的没错，玩家平时因为碰不到李佩南，所以对玩家来说实在没办法。到时候妈的把里边叫到上海来，让李佩南住个妈的十天半个月的，把手给他牵断。是的呀。지금쯤이면프로토스가또뭔가독특하게하려면할수있을것같잖아요그래서정찰을놓치지않겠다그리고이맵은또사진으로法人倒卖，法人不会倒卖的呀。김대엽선수는이번에도선취적절하고好了 ，VC 开啊。오늘김대엽선수가저그전一把正在跳 blink 了。계속해서우간플레이를추구를했는데생각보다法人倒卖이득을받지보지못했어요서로심리전좀재밌었어요好了，看到 VC 了。哎呀，我怎么感觉把本他妈的这打不过样？样的确也是天梯现在分数很高的一个选手。他自从加盟了 OG 之后，他练得很凶。他之前就离开了 GP 嘛。GP 也解散了。
정찰이 안 돼 있다 보니까 조금 소극적으로 하고 있는 김대엽이죠. 확실히 그 화염차를 많이 의식하네요. 오, 그래서 어? 빠르게 전멸 추적자가 아닌 아무 打本要练回来有的练呢。 结束了。那我怎么数呢，黄哥？啊？我点一下就数一下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一百五十就好了。OK。 그리고 여기서 스캐너 탐색 에너지 없어요, 본진에. 나 니마 초 헌조 아, 황가. 초불려 댄. 이거 뭐 댄 156샷. 라즈 APM은 큰 거다야. 본진 돈 들고. 이거 스캐서도 못 잡아요. 저도 간고라가 탄크. 어, 김대요. 저도 못 잡아 탄크. 뭐 3개 두야 니 지금 못 잡아 이거 탄크是不是 예 요点 稍微 少了点. 3개 인도 3개 인도. 아, 네. 3개 인도. 好了, 回去再 合个 球야. 合两个 球 进来 继续 磨야. 这个 아, 这样还是 赚的, 还是 赚的. 对，这样还可以，这样就看这个操作还行。이제저방감하기에방메이트리스심리전시작됩니다이거아마시도할것같거든요有没有可能上来被锁，然后直接被秒？怎么办？好像好像有点尴尬呀，这个。尴尬的一逼，本来想操作操作。김동근선수가복구를할수있죠그렇죠그래도상대체제를알고있기때문에바로돌진으로넘어가는김대엽입니다오근데여기서김동근선수가추가로병영을늘렸어요트리플을가져가는게아니라이건상대방이고위기사를찍지않고암흑기사를찍었기때문에난치즈러시로한번게임을끝내겠다는생각같거든요그러면일군상대그러니까집정관이나름대로범위공격을하긴하지만아这样的话这波就等于骚扰基本上没骚扰东西对그래서저치즈러시를막으려면무조건고위기사의폭풍이있어야되는데거신을뽑고있고저거신은방해매트릭스가我是蛮希望，我是蛮希望把本能赢的。赛季전까지는不要再让我们看 TVT 了。쳐지거든요그래서김동원선수의타이밍을我也希望把本赢，但是感觉赢不了呀。불멸자의진포뭐그나마이제판소기를일찍부터좀확보해서에너지를모으고있기때문에어길이이제넓은편이긴하지만뭐역장의변수가약간있긴있죠어광자폭까지어예상하나요트리플이아지금트리플이없다이거이거뻔하다와 환상불사조로정찰까지는했지만아직인프라에대한정확한판단은안됐습니다오이건뻔하다와그래서김대엽선수지금트리플지역에가스채취안하고저쪽면这一圈好像有点凶啊쥐어짜내고있거든요트리플짓나요그냥나先把三光点下然后再出门됐기때문에약간틀어주는걸까요어근데여기서트리플을뒤따라가는건너무 늦는것같고아그러게요짓는척한번페이크를주고쥐어짜내서끝내긴해야될것같아요뚜야还有锁的남았었어요아무리봐도이건가는게맞잖아요태련이感觉一拳要打死나갑니다광자포나가요어이대장간미사일최대한적게맞으면서거신타이밍벌어야有一个巨像，有一个巨像没用啊，就看白球了。巨像没用啊，他他主要有锁。他两把锁。白球也没用，白球也跟你锁。鸡鸡来，爸爸。와그래서앞마당지역으로공격가는거김동근선수판단너무좋아요이거어인太意外了수비력이돋보여야되는경기가됐습니다근데광자포가많진않아요아쏘쏘짜一下나拿头打这我后面还有一波插那不好说不朽那么顶起来后面还有一波插巨像好了最后一波插最后一波插但巨像倒了没接好哎呀我靠他如果接好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
对吧？接好一点，这个巨像还在，还有点机会。第二个巨像出来的话，接错了，他接了个不朽。慢慢守啊，现在慢慢守啊。再等一排差呗，差一点点。巨像现在先。哎，巨像射程马上好了。其实真的，他刚才那个巨像如果接好一点，是真的真的打赢的。哎，亚也被打了，因为现在对样来说他是没有经济的嘛，少一个巨像，两个巨像刷两排差，真的有机会守住。看后续再来一排差，接的真不错啊，但他没有科技兵种了，最后一排差来了，要冲了。我觉得不急不急，这可以再等。只要对面不打你经济就不急嘛，再等两个球。啊、你多踩一秒钟就强一分啊，要这么想呀？那是那是，嘛，因为对方是 all in 的一波农民出来的。那矿可以放，我是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这边矿不要了。去把后援结了，其实不要了，反正样妈的窝了一波，窝了一波那个农民出来的。这个哦，他要扫这个，不要他把地堡造好，但地堡好之前应该要冲了。来了，哎，又来了两个坦克啊，直接冲，想秒吗？哦，直接把这个锁了，他把棱镜锁了。在干嘛？巨像在干嘛？他棱镜被锁了，不敢上。你妈能进被锁了，不是巨像被锁了呀？哎呀，哎收，哎，继续，有个巨像，再来一排叉，还能打，再往上走，再扫，又来了一排机枪，坦克还有几个？哎，但有个围巾呐，怎么办？还有两个坦克，有个围巾怎么办？核电站呢？核电站，核电站开过了，那开过了就走啊。第二个巨像来了，第二个巨像来了，关键不接不接不接，还有机会，我靠，不愧是八本啊！艾尔的这个艾尔这顿防守功底还是有的，还要等排插，还要等排插，不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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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战斗人口高很多，但下面刷不了兵的。哎呀，他核电站也开不出来。样现在是也很虚，我告诉你，可以再退一步，可以再退，我不急。只要没打到经济就不急啊。对，有跳的，他这个绝对有跳的。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刷把引刀去搞搞事会好很多？你说的没有，但现在可能想不到。来了，直接冲，两个白球很给力啊！闪起来，巨像，能冲得出来吗？退一步，退一步，不要急，把那个坦克摸了。白点坦克，先点坦克，坦克没点到。我靠！特技不行，再等一波，接围巾的呀，打不赢了。他真的刷引刀了，他刷引刀了，他刷引刀了，他刷引刀了。没有雷达了吧？打吧雷达，没有雷达了吧？他引刀绕出去了。摸坦克，强摸坦克，摸掉回来，立场隔一隔。还行。再刷点追猎，护一下自己的巨像。他引刀绕出去了，这把引刀就是关键啊！对，这边接了两个解放者的，哦，砸矿罗了，砸矿罗了，正面再刷把刀呗，正面刷把刀啊，正面刷把刀啊！哎，怎么在砍白光头？没事没事没事，只要给压力就行，只要给压力就行，砍到一个光头也行。修防空，还有一把雷达，其实正面真的可以刷引刀了。哎，投了投了，哎，投一箭，投到了。哎呦，没投到，没投到。引刀继续砍，走了，走了。其实刷一把刀，这个时候把那个坦克摸了就好了。有解放者了，哎，有解放者了，真的，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刷一把刀一把刀的过去，样还真不好办。你就一把一把刷，样正面立防空了啊，正面立防空了。这个要冲了，这个肯定要冲了。这个防空力的很精髓、啊。这防空力出来肯定要冲了。啊，他正面真的没刷刀，刷一把一把刷的话，对面真的没了。对，他是有经济刷的呀，他又不是没经济。正面防空力起来了。我觉得差不多得冲了，这坦克再往前加一步就要冲了。
他引刀在截后援，让还不好弄。好了，来了来了，这要出了。哎，他运输机怎么走？这要出了。坏了坏了，不要换。换两个不行，直接上去吃火力来了。解放者，主要解放者，先点跳上去，你秒解放者，秒解放者，什么都不管，秒完解放者，秒秒危机，秒危机，危机还有一丝血。完了，他没秒掉这个围巾，一丝血。再刷，接一下，能接一下。我靠，一个光头过来摸了几下。完了，完了，完了，这妈的，他真的就错过了一次翻盘的机会。就他如果引刀一把一把刷，正面把那个坦克摸了，怎么都打出去了。八本输了，我们点一首艾尔情歌送给八本，可以，没有问题，兄弟。这把八本也算尽力了，真的只恨不是巅峰的自己。如果是巅峰的八本，我相信他是有机会防住这。白球也顶不住呀，白球真的慢慢扫呀，慢慢扫呀。这个时候，其实样没有坦克，还不太好往前推。一个巨象在这里各种搞他很烦。对，有主要有能进你打不到，已经采光 了没钱了。但现在他有点打不动光头，缺一个核电站，正面真的有个核电站会好很多。坦克又来了，直接想秒，想秒巨象，三个白球，强过坦克吗？要强过坦克，摸不动啊这个坦克。核电站有没有？核电站，开！扎起来！还是被秒了。扎起来！我靠，扎起不？我靠，啊、你妈的核电站！啊，坦克打不动，坦克打不动。哎，有机会了，感觉。你妈这都挡住了吗？这个核电站太他妈精髓了，我操！守住了，我靠呀！终于出门了，不愧是艾尔之盾。人族基地能飞呀、啊！哎，这飞出来经济一下就炸了。三个什么矿炉一砸？其他还留了一把雷达。继续打、啊，有一把雷没错的呀。艾尔穷鬼盾现在是穷鬼盾已经没了，都删了穷鬼盾。穷鬼盾是什么东西啊，黄哥？就以前两个小圆盾盒的。以前不是你也有什么说法吗？就以前你不是你记得上来合那个先锋盾要带个小圆盾的吗？然后两个小圆盾就可以合一个穷鬼盾，就比小圆盾防的多一点。前期的一个过渡装备，现在已经没了。자원수급을할수있게됐다는점인데이제효율은여전히테란이괜찮긴하죠근데이게경기가아주더길어지면한가지또해볼만한아주말人族这个基地能飞这个是有点烦但还好바本的这个经济还是比아직까지는한단계차이比这样好오히려할만합니다农民造多一点。现在看好像样采了很多，待会儿他矿罗一枚就没东西了。啊，是一个圆盾加两个袜子吗？哎，不是两个小圆盾盒的吗？啊，我已经忘记了，以前不是两个小圆盾盒的吗？忘记了。哎，这能进怎么送啊？서로너무가난한상황에서이런병력하나하나가정말소중한데안그래도불리한김대엽선수가조금씩저런병력들흘리게되면은자원의격차를어是自走棋是两个小圆盾是吗？일군은김동원이많은데아김대엽이많은데인구수는김동원이많습니다이게병력인구수로봤을때자원이두배차이가넘게나고이건김대엽선수가아홉시멀티를가져가는게맞는거아세요설령공격이왔을때끝나더라도그렇죠矿罗收入还是高啊어떻게든버텨야되는거
갔습니다그거아니면아예가망성이없어요와나这这一圈子不打함께진출하면서쐐기박으로나가고있습니다근데이게문제는要放艾尔情歌的呀这个挡不住吧那么厚的挡不住这波兵太厚了光头太多了坦克也多啊完了呀艾尔情歌了 这四个坦克这样架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部队 你再多两三个自爆球还有机会主要这个坦克他解决不了了那坦克只可以直接秒秒秒巨像了已经刷引刀呀一个一个下去摸呀那怎么办嘛你不刷引刀你妈的 你用什么东西打这个坦克呀干嘛 他放弃了这边矿下面矿好了真的假的他妈的把本那么能但没有鬼兵都来了差太多了呀的他鬼兵都来了而且这边架了个解放者防你的没用解放者打你这个太好打了鬼兵随便打打你白球就没了呀烟屁打完有烟屁妈冲入口必死积极了积极了积极了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这把把本其实错过了翻盘的机会这边对积极艾尔奇艾尔奇방패가무엇인지분명히김대엽선수도보여주고분전했으나김동원의그짜임새는한방더파괴력이있었습니다艾尔阿本也是第一次遭就服完兵役来 GSL 第一次遭遇失败啊哎呀只能一首艾尔情歌送给大家金大勇